心事，对面红豆那人别欢喜，笑话微笑，笑话微笑，你们明明提醒我，我小姐。
真早就已经不在了。哈、啊，不在，安尼母熊是去倒位？母熊，伫个天顶的所在，伫咧做一个足水的生意。是安尼哦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一个无伫的，啊，搁有一个伫。啊，搁啊，父王咧？啊，恁父王就伫个白粉丝，伫咧做。花香啦！啊，你是讲伫个迄个拜拜的所在哦？对啊。啊，安尼，你讲阿静，哈，你带我去好不？袂用得啦，叔叔带你出来迄个白云寺的所在，嘿，老公人知影，我吼绝对会无命的啦，袂用得，袂用得啦。你真正无爱带我去，我袂当带你去啊。伤心吼，洪哥，我已经七岁了呢，自细汉到大汉，我都唔捌看过我的父王，我真正足想要见伊一面的呢。龙啊，就是，一囡仔我会思念爸母，要无你就带伊来看一下啦。是啦，父王，时间拢经过遮尔啊久啊，敢讲你要让洪兄一世人都无爱倒转来是？好，丽丽，你若想要看你的父王。对皇宫啦，是啊，行，起来，带去。但是拢已经经过
谢谢你，你还有什么看不开的？你为着父孙，你甲父王，你甲我，还够甲你的囝放咧？你敢讲人生看到你的囝，逐天都伫咧思念你？敢讲你着爱父王，安尼死拖老命伫咧替你饲囝？王兄啊，你想较开的，你较相信的，你回来好无？日子已经经过七年了，上人在你的面头前，连你的囝甲你哀求，感觉你真正把正经白金该看一眼是无？七年啊呢，父母来真济咯，我阁偌久的日子通好换？我有孙阁遮尔啊幼细。什么人会当照顾？人蒙古国的江山，什么人要料理？你到父王困觉，目睭天光，甲父王看一个好无？王嫂，我看袂落去啊！你来这里咱做礼物，也讲讲，什么人活着就袂痛苦死？你也无想我来啊，一个囝遐细汉。你这个父王，这个哪里人？你用这个刀片点金买货，你后来敢有什么做弊心？还是有好事？吉利哦，你真正大胆嘞！小人安尼跟你哀求，你也心肯讲一句话，目睭嘛唔肯闭金。好，你若真正心肝这么残忍，父王的手一下，父王不怕。我才去七年了，你失去了的，我心狠手辣，但是我的心肝也真难破。方才你所讲的话，连众人所说，我也听到一清二楚。为着我的大业不好，我再还俗倒转去。请让我的囝在你生命中待，但是你爱讲我倒转来别困死。好，只要囡仔若长大成人，你有啥物要求，父王拢准你。多谢父王，师父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方才情形你也看得真清楚，让我还俗倒转来去。正囝大汉，我会阁倒转来念经呢。去，我知影。多谢师父，你呀，咱倒来去。我要